我是安西教练，我是柳春风，我是晴子。制服装系上短裙 cosplay 大玩变装，扮演晴子的彰化立委黄秀芳堪称从政以来最大尺度。用 cosplay 的方式来看电影。这个电影你最喜欢哪一位？就是柳川峰。那我们为彰化加油，为台湾加油。彰化台湾戏院吹熄灯号最后一场播映动画灌篮高手采包场方式，1294位网友报名，最后300人抽中电影票前来致青春。读书的时候还蛮常来的，但去了一个月应该有新片上就来了。有个很可惜啦，全彰化北彰化唯一的电影院台湾戏院已经收了，熄灯了，不知道何年何月彰化还有戏院可以看，现在只剩圆影而已。我很久没有看电影了，现在是最后一次要放映电影，所以就来参加这个盛会。民众拍下手上的电影票，纪念即将消失的电影院。从民众到工作人员，满满不舍。没了，对，所以你拍这个的话都没有用。又是时代的眼泪，未来彰化人想看电影，只能杀去园林，不然就得走出彰化到台中。三立新闻许淑伟彰化报道。